上古时代，诸族纷争不断，战火连天。为重建秩序，神以混沌为种，赋予世界生命之树。光阴荏苒，命运并没有走向神的安排。邪恶的狂潮再度席卷大陆，龙翼战士们将为守护世界而战。欢迎来到余劲风，欢迎加入龙翼战士。从此，按照惯例，别耽误太多时间。点击交年轻人，你们这些年轻人，咱们岛上点击攻击按钮。看来区区野狼拦不住你。据农庄的平民说，我到农庄去确认。新战士，岛上植物的情况如何？是，对对对，年轻。那边的新战士，过来帮我们一把。新战士，连植物都受影响了。对了，我的小可爱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还有一件事，请将我的
战士克里斯。哎，克洛，什么？我的卡地亚。我们楼。就是这儿，不被干扰。没事吧？感谢你的帮，你也好，请往这边。我们的驼马。这儿的景色真，精灵的孤。或许是有机会给我讲讲你的。那里好大一片花圃，太美了，我们快过去看看。别发呆了，我先走了。表情动作可以使用了，点击。火之守护，怎么有空来我？看着，好像发生了什么，在北龙神，终于看到时光神殿被攻击了。我也去营地里找。
据伤兵描述，病名浅。年轻人，目前你还不足以只然后到营地门口。你可以升级已经习得，点击技能，在技能列升级，全升级成。新战士，菲罗斯队长已经带人把，看来前面的战斗。特雷西亚，你很勇敢。拦住他们！在副本中，你将面临大量的战斗。通过点击任务，你们竟然跟上来了！没时间耽误，
在这里，快来！混沌虚无，弱小的凡人，放下时光之石。贤者，马提亚斯团长，你好，龙一战。说你要加入，哎，要离开珀西洛斯岛了，心情。
黑礁石，康斯坦丁。怎么？站住！例行检查。正经。我们是来这里。没时间。新手要。等等。那个精灵姑娘吗？帕塔纳战场中，你将参与神圣同盟与自由同盟间的争斗。坐。你好。看起来你在怕的，再会。帝国，恐怕。嗨。一只可爱的宠物已经属于你了。点击宠物，宠物背包，点击选中宠物，将宠物下面通过身，按住任意的裁判。冒险者。上任先生，
唤醒，通报身份。送去彭罗斯公爵家的香料有通行许可。麻利点儿，别耽误了。